天地只有灵气。冰溜子。打狗棒。瞓完土坑啊，琴晚即系比较即系呢个资源比较短缺啊，咁啊今朝就起身去食早餐啦。左边还有这个不是圣诞树啊，是个帐幕。小兔子他们不冷吗？哎，挖了个寂寞。哎呀，兔子在，你看它就是声儿。真的吗？啊，跨到了。两个，看看。两个。哈哈，这么多啊！啊，你们三根。鹿仔又好得意啊 ！Hello， 所有呢啲水果其实都系硬晒嘅，雪糕，所以食落去系有沙冰感觉。做这个，哦。坐马车。后面有一辆。你学着开着火家河，你和想跑着三套车。啊，来根烟抽吧。哎呀，不抽烟。你，这我也不抽烟的。你哪个不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糖呢？糖。这个行，糖呢？打劫，打劫，劫，压债老婆。被匪徒拦到劫劫啊！啲团友交足气。就是个土匪，再当一天的土匪。我们现在去土匪。金银美女不放过，才是双收土匪劫财劫色。改行，这是黑帮。现在土匪也都现在土匪都做上亿了。土匪红烧食。跳舞舞蹈的哦，怪不得啊！他是歌舞班出身的，啊，怪不得。我们的房子情况是这样式的，为什么我们东北的雪特别大？这样式的话不容易把房子压倒，然后顺着这个坡可以下来的。我们的房盖是用草皮制作的，三层的。我们的墙是用黄泥巴跟草混合制作的，没有一砖一瓦的房子，也冬暖夏凉，所以说称为我们东北八大怪之一——草皮房子篱笆寨。二怪是我们窗户纸糊在外，我们的窗户纸。东北原来是以砍采伐为生，以打猎为生。过去这种猎枪，家家户户都会有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允许藏猎枪了啊！这个有没有熟悉的？等到晚上了，爸爸可以躺被窝睡觉了，妈妈干嘛？几乎一宿不睡觉的，先解决孩子的温饱问题，衣服脏了坏了他给补，然后这后半夜就在这上磨上，罚茶子、这磨叉子、磨面子，等我们孩子醒了，热热的粥热热窝窝头出来了。所以说，母爱真就是伟大的啊！这里就是火汤，在这里下这暖气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，所以啊，这里睡在这里也很暖。走啊，大哥。
哇，咁辛苦爬上去，不如睇人玩，不知几咁解压啊！唉，都系俾人逼我去玩，啊，祝我好运。这里不滑了，不滑了，起不来啊。他们呢？现在呢？这个季节的话，基本上都在哪里啊？啊，都在海南。明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啊，咱们呢就拎上行李啊去吃早餐。行李的话你，哇，又落雪了。对面有个叫做梦想王国喎。呢度边度咁靓啊？糯米鸡吓，咁今晚我住嘅酒店嘅地方咧，就叫世界欢乐城。咁啊，听讲之前都好多人嘅，咁但系疫情啊，梗系有啲影响啦。剛才我咁行過下都發覺冇乜人，咁啊，而家行完咧，我就翻翻去自己嘅酒店啦。聽日咧，我哋就會行哈爾濱市啦。好，早啲唞。